好危险。应该没下雨吧？哎 ，OK， 没下。嗯？怎么动不了？靠背 ，What the fuck？ 靠腰，中钉了、哦、，shit， 是中钉了吗？我、oh, 靠，在这里 ，fuck， 中钉的 ，fuck。洞还蛮小的，怎么那么衰啊？这个应该要补胎了。这样子我可能联络一下车行，如果只有这个洞的话，应该是充得了气啦。因为之前650R 还是 R1 也是回到家，然后才发现啊 F3 啊 F3 到家，然后隔天才发现也是重钉，我去补胎也是这样子，先暂时打满，因为它这样子应该是只会慢慢的漏气。对啊，我先去联络一下车行好了。哦，怎么那么衰啊。 OK， 各位好消息，我们建成车行的老板呢说我们可以过去，那就现在来试试看能不能把轮胎给充满吧。照理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就真的是出大事了。然后试试好了，不知道充多久，希望充得起来。其实我之前就有在想说，因为我是一个蛮容易中钉的人哦，各种方面上，因为有时候路上骑久了，然后大家知道就是路这种路边啊，脏东西还蛮多的。这边也提醒一下各位，能不骑路肩就不要骑路肩，因为路肩蛮多东西的，钉子什么的，有也不奇怪。这样常走的话，轮胎基本上中钉是迟早的，真的要小心欸。我觉得我已经蛮小心了，刚刚那个钉子应该是我中过的钉子里面算小的。我这个倍耐力的 Cosa 好吧 Russell 4呢，是大概我忘记是多久，可能是一两个月前换的，那时候换的时候是8500公里，然后现在是大概14000，所以这样大概骑了6000的哦。真假的，大家刚刚可以看到我的胎肉，中间的胎肉真的还是剩的非常多，不愧是一个耐磨耐用又有一定抓地力还有非常好的排水性的一个轮胎哦。不小心业配了起来，不过真的是一个蛮好的轮胎，而且我刚换的时候它非常的尖哦，超级灵活的。我确认一下，是12000还14000啊？应该不是14000吧，我有骑这么快吗？靠，真的是要14000的，13900，所以如果算14000的话，就是6000，
我已经骑了6500公里，各位可以知道，就是公升级的车吼，然后它的轮胎的消耗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快的。那我之前的经验吼，这一条胎之前 Triple R 我只换过一次胎，它原本的轮胎是也是倍耐力的，然后原厂给的是一个大闪电，8000多公里，穿这条 Russell 4。现在小米呢已经冲到了胎压20了，感觉是冲得起来的。因为建成车业它在五股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撑得过去。有点心疼，毕竟大家也知道，轮胎是一台重车啊，最大的消耗了10000好几块这样子，真的是不便宜啊。胎压达到27，距离我们40呢，可能还需要10来分钟，我们就休息一下吧，等一下再来看。我的爱车，好的，各位，刚刚在里面，然后听到打鸡鸡的声音消失了，所以应该是好的吧？看一下，好的，哎呀，目前看起来蛮 OK 的哦。时间就是金钱，因为现在它上面是有钉子的，所以要赶快过去。哎呀！I never got it, why'd you have to go? I guess this world's too slow for you. I think there's beauty in the gray, the cold, but you just want the gold. And there's no way I can beat it, cause I got no chance, no chance when it comes to her. She got the glitter and the fame, and I just wasn't enough for you.好危险！谢谢，拜拜。想什么计划？因为事情总是。